Hello， 我是加菲，今天吃这个火鸡面热狗拼盘，这个是我自己炸的，但是有点糊了，好像有点焦了。先来一个小果冻，你炸好了。它是有点拉丝热狗，肉不拉丝，我试一下，有点糊。这不拉丝了。里面有一个肠，现在都给我打开了。这两个不吃了，留着明天再吃。比心。